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的冬天呢、啊，是个标准的暖冬，整个冬天我想可能零下五度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周。可是现在到了三月底呢，反而是昨晚下了一场大雪，你可以看一下周边这个还是很白雪皑皑的。那我们今天出来走一走，这是突顾胖。突顾胖呢，就是在这个万景的这个招牌 Main Street 的这个旁边，是一个小小的池塘，周边有很多野生动物。这是突顾胖上面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啊，这个地方夏天的时候很美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，我还见过有人在这里求婚。我跟爸爸妈妈，我们一家全家福也在这个位置拍过。可以看到呢，就是今天是结冰了的，就是年很冷的那些年呢，这个冰能够结到厚到整个湖面上有很多这个附近的居民在滑冰啊，然后打冰球啊，这个样子。